尤其是40号中间那一支。那防守对球的第一个人一定要上去压迫，知道吗？防守对球的第一个人压迫的距离一定要留至少最少最多只能一步，大概一两步的距离，不能让有起脚的空间，懂吗？再来第二个东西就是，你有发现为什么雷鸣你刚刚内切的时候你都没办法在，或绿城你在内切的时候都没办法在一个很舒服的位置射吗？他们防守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，我们去模仿他们，就是一个会去衔接，一个去补位，就像我们刚刚一样，像洋葱一样。我有讲过，我们的防守是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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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那今天找我们是横一线的话，一样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知道吗？要去帮忙协防防守。你看，有看到吗？找我们的防守做得好，自然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得分。你有发现吗？我们刚才是好几个快攻都很有威胁，那你看，我们都把它把握下来，就可以得好几分，知道吗？胜利是掌握在你们的脚上的。相信我，没有人比你们更好。你们是我的学生，我有 100% 的自信，你们比成名人，你们比所有的四年级都还要厉害，只是你们还没火起来而已。听得懂吗？只是还没醒过来而已。听得懂吗？教练是对你们的信心。那教练都对你们这么有信心了，你们最好的回馈给教练的东西是什么？没有输球。什么？依然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加油，还有20分钟，撑一下。不是撑一下，尽量就在球场上发挥你的天赋，发挥你的表现给教练看到，知道吗？尽几年去表现你自己，像绿城、凯乐都非常好。你看第一次的调动位置，两个表现得非常好，雷鸣表现也不错，齐恩跟江轩吉都表现得不错，做得很好，防守强硬，我喜欢，该强硬就强硬，我才不管外面的人讲什么，现在我就是比赛，我就是老大。听懂吗？我今天犯规，裁判会吹，你不用在那边讲我怎么样，反正裁判吹了，我就停下来而已，我下次就不要再犯，知道吗？就这样而已。可是基本的那个我也会这样子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起脚，我不去阻挡他的起脚的话，就很可能会有威胁性的射门，对吧？我不怪你，我讲什么吗？没有啊，他们讲什么干他们屁事，谁是你教练？我才是你教练，懂吗？他们讲什么都不用理他们，他们这样做什么都不用，对，耳朵闭起来就好，知道吗？我不是说我们的，我说其他人的，对面的家长，然后踢球怎么样，不用去理他们，专心的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到，用赢球来堵住他们的嘴巴，听得懂吗？教练从以前都是这种心态跟想法，没关系啊，就给他们讲啊，你觉得我踢球很脏，你觉得我踢球很不动脑，那我就赢给你们看啊，对不对？你就赢给他们看，对不对？知道吗？来，等一下。来听这里，进攻的时候我再讲一下，圈号你要记得那个，在砸边路 slowing 的时候，你要补过来中间。那假如说在对面的话，凯勒你就要补到中间 ，OK 吗？好，来等一下，凯勒一样右边，左边绿城先，好不好？绿城先，中间绿城，不要，左边进凯了，左边进凯，绿城右边，中间雷鸣，中间绿城，左边雷鸣，前面。张轩琪，好，来上。没有，明天说你是还会射高点。对，你要注意一下，这记得对球的第一个要先上哦，对球的第一个一定要上，不能退。但是那个谁，邱浩你来啊，你来这边啊，没有跟那么多时间，走去那边擦、啊，过来这里擦，我帮你擦。怎么擦？拿水擦、啊。不管了，都一样了。先拿一个，擦，这样的，你自己用手去擦，你这样子会痛进去啊。他流鼻血哦。对，蹭一蹭，蹭一蹭，蹭一蹭。用这种表妹啊，用这种表妹。第一场要先拿。好球，凯勒！好球！学校你要准备哦，后面外面旁边动一动，两个都旁边动一动，还要再冲一冲，不用管衣服湿不湿啊。位置站好！哎，我要什么？我要什么？我说什么？那桌把凳扶起来，看前面那个，看凯勒，对。进来，一脚的。雷鸣走，一对一，一对一啊！
再来再来，压压压压他压他。第一点，先拿先拿。好球，凯乐。抓进凯，专心一点。好球，凯乐。抓进凯，那不是凯乐要补的。他补过来，左右右边就没人了。往外。位置先站好，持球，距离近一点，距离近一点，我要持球，我一直这样掉有什么意义啊？不要为了赢球而赢球，我们要做一些不一样的，边边边边边，对，很好，一脚。好了，退回去。雷鸣，冷静，深呼吸一下，想一下你要怎么做。你要拉边，还是要做什么？脑袋要想一下。说中间，说，你们要掉就说，要掉再说。正好了，要掉球的话，加油往里面说，不要急着掉。给你多一点哦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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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雷鸣，知道吗？那个你又不要再冲过去了，要浪费体力。说说中间，说。威尔，拿下来，拿下来，要不高，拿下来。再一次。一对一，多远一点？再多远一点？快点，快点，中间。再往往你们右边两步，往右边两步 ，OK， 停，并在一起。好球，一人，第一杆先上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还有，进来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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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! Nice， 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进来，不要拿。凯乐。Baby 呀，你又跑来干嘛了？挡人呢，在跑什么？立场收中间，进来回去，不要拿。凯乐拿。那边。凯哥，交叉，交叉。直线。那凯哥拖时间了。不是啊，我换人发啊，怎么拖时间呢、啊？好球进来！你又来了！压低压压，谁压？就是你！角球 ，slowing slowing， 来来，卡掉回去，进来了！收中间，绿神。雷鸣，哎，进来！二杆，低脚带进去。我靠，帅哥，门在哪？门在哪？是别笑，快回防。好，加进来，可以 ，OK， 不错，再来。防守线，绿神，准备，绿神，李绿神。球啊，立神，立神要先换，都叫靖凯去打前面。对，去靖凯叫靖凯去前面，你去站靖凯的位置，说靖凯去打右翼。OK。OK。
跑跑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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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跑。裁判黄龙，绿城，技巧出右翼，去。OK OK OK， 好，走，绿城好球，好球。那个边路的那个压迫非常好，知道吗？就是这样压你才会有机会。够，卡在那边，绿城这样放给你。二分，二分。绿色二三也可以看看，低一点哦。叫俊凯，勇敢一点啊，拿下来啊！再来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卡位置，卡位置，对，卡吧，手射看。OK， 肖俊凯。你看正牌了，都是顶低一点，第二点还不敢清掉。喂啊！做三角形，凯尔，做我们的三角形，维维，这条不要练，做三角形的那个。等一下，等下拿球啊！三角形去一杆，去一杆。区域杆，空中有，有。这一脚，这，怎么不一脚刚刚？还没，对。磊磊，上上看啊，位置有送到出来、欸。对对，磊磊，稍稍先退，加电池往前。第一张上，十二上，中间没有人。三三，早一点啊！再加油！裁判二人，江元奇，齐恩，齐恩，江元奇。我等下我换谁？等一下。好。哎、欸，那个防守没有做到啊，对不对？你没有上去压迫啊，你没有做到我们要做的工作。你的本分是什么？上场每个人有每个人要做的分工合作。Go go go go， 齐恩在前面。再一次。快点跑，快点跑！好，三十分。金凯先停好，停好，看一下。齐恩还有，拿好，拿好。一对一要动作，动作，你的动作，动作，再来。雷米，不要往里面冲了、啊。好球，可以。防守队，先让你们退。球拿好，先不要急，看一下队友在哪。三角形。两个人的距离再开一点，绿城跟轩浩，绿城跟轩浩距离再开一点。两只手的啦，两只手是什么？加进来，一脚第一下，一脚。朱淼来，裁判换人。立成，金凯，金凯，跑步。谁啊？右翼，右翼，右翼，去右翼，去右翼。你们怎么会换人哦？中间这边小，小球，掉，太多人了啊！防守要退，黄立成。
拉开！高了，进高了！高高高！哎，到越到后面要越要冷静啊，越要冷静，冷静一点。来了来了，易安，不要抓着易安往后退啊！陈易安，谁叫你抓易安的？往后退到中间啊，你可以用手，为什么不去中间？好，凯乐，中间，两人直线，绿藤中间，齐安补一下。OK， 过。起来，鼓起来，鼓起来，然后不会死。要这样拼呀！早一点到中间，好球！立成，黄立成。我是你的。好球，立成。好了，好球，再下！哎，几颗啊？几颗啊？立成跟轩浩几颗啊？掉两颗，人家拿不到，再掉。直线，直线，雷鸣，直线位置要先卡，对，右位置要先卡 ，Go Go。先碰那个，他转那样你就碰到球就会过了。雷鸣，要看一下你卡的意义何在。雷鸣，雷鸣，高雷鸣，帮忙防守缩地面，千二站到前面，拿下来，拿下来，一样你的，陈一安，陈一安，出来啊！陈燕，你输了是不是啊？中间给谁比啊？贝斯跟威恩就在左边的右边啊。海林多一点，海林多一点，海林打右，海林多一点。快点进球！不要这么多球！好球，轩浩，陈一安，你要再勇敢一点，出来！外面。第一个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先生。上有了有了，立成立成，哥，哎，要注意啊，凯乐，要注意一下啊，那个低一点，要主动的去拦截他，你们太被动了，防守太被动了。起来来，那个张轩起来，等一下我要一个会防守，冲刺快点，张轩起，张轩起。李安，起安来，起安，张天启，等一下，快，快好，放，那个靖凯，
先二，先二。哎，不要，先二就打右边，逆神来，逆神。上，快点。就不要这样挤进去了，你看，好不容易，没怎样啊。冷静一点啦，哎。防守二队，防守二队，防守二队 ，Go， 快攻！防守二队，谁要先上？有谁要上？靠这一点，哎，不要被影响，不要被影响，做你们该做的事情。对，继续这样，世界末日也是啊！凯乐，冷静一点，不要被影响，不要被影响，听我们的，第一颗而已。加点起，加点起，加点起！麦博，麦博，麦博！对对对，先了！再来，再来，还有！凯乐，凯乐，一脚回的那个，对不起啊，什么？嘉靖凯掉。什么方法？右脚，右脚，右脚，右脚。什么的，什么的，我们的，什么的。没办法，这样就回来持球，我们又不是不能持球。对，没错。凯明在往内走，往内走，凯不要拉凯出来，走走走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有啊，第一个，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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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队，对对对，交给举下，不要拉，很好很好，我们的我们的，交给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要上来，凯明，对，凯乐。凯乐，绿神往中间补一点。先卡好，先卡好。第一点射。对对对对。第二上第二，雷鸣。今天林响啊，不不，叫错人。不要这么急，快了，不然先急。压着蓝丁兰，蓝丁兰，蓝丁兰，四十号没有人。哎，哎，方贵。真滑。没关系，没有犯规吗？没事。彩龙剑，金凯丽的，听见没有？好球，雷米把握，那脚尖一戳就有机会了，机会是要自己争取的。位置先站，依然说中间一点，凯乐一开战了，人找人，找人，雷米外面。十雷，干，好不容易进一颗，在我们进的那颗也是蛮帅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去对面打教练，去对面。起正，起正，哎，谢谢教练。好教，好教。谢谢裁判，谢谢裁判。正，起正，哎，谢谢裁判。正，谢谢，谢谢同学。正，谢谢，谢谢同学。多少？
我走。这样，谢谢。好，请好。不错，这一批要强。好，坐着。作者来听这里，第一件事情，来看到吗？这就是比赛，没有到最后一刻，没有结束之前，什么都不好说，看到吗？我们在答案身上学到了什么？我们没有的东西，就是我们被进球后的想要把球追回来的那种对进球的渴望。有看到对方对进球多渴望吗？有看到他们对进球多渴望吗？他们不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，你看，所以他们追回来了。